咱证明啦，过去已经讲过了十点十种啊世间法，会把咱的心定起，把咱砍掉咧，和咱心地黑暗。那咱今嘛呢，就来听听十一片树，咱的内心嘛的烦恼，日常生活中的人事物。咱有十一种的烦恼，真正的普遍啊，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安尼对着人的生活，对着人我是非，伫咧浮现呐，有得有失的心理，这叫做普遍，叫做遍数吼，有十一种，十一种真正的普遍，使咱的心理啊。沿着外面的境界，安尼呢，人我是非得失，伫咧困扰啦。那有这十一种啊，是会使咱做一切罪，因为人的业就是伫日常生活中安尼过，你的开口动善啊。或者是语密动静、举手动作，一切的作为呀，都是啊，在这十一种呢，安尼做出来。所以呢，开始造就，那就是有机啊，吼。所以咱要真注意，注意这十一种啊，来。苦在咱的心的外面，伫咧眼睛，伫咧做作，所以咱都爱用心来注意吼。这十一片树，总共啊有七种的境界，有两种的疑，两种的无明，所以合起来呢叫做十一片树。咱即马来好好了解，大家人爱用心嘛？什么叫做七件？七件就是啊，下件、五件、上件、断件、戒件，或者是啊，过度件，或者是疑。这拢总是叫做咱的境界，咱沿着外面的境界啊，在咱的心的真紧，就是造成了无明啊，就是马上呢，就是行动出去，会苦死啦，又不得咱自己吼，咱来了解什么叫做邪见。邪见的意思呢，就是无有正信。咱人啊，那是无有正信的境界啊，咱都会偏邪。过去咱不是听他讲过去吗？信为道源，功德庙啊，重用一切诸善根。咱的善根啊，就是爱将咱的正信建立。也那是邪见的，伊都无正信，无正信呢，伊都会诽谤正法。这是一定的道理
所以咱爱心顾好好，唔通有邪心产生。所以咱爱正见正信，爱信以正法。咱若无信正法，咱就会善恶果报啊！咱呢拢总该拨低调，感觉讲吼，为善不得福，那为恶呢不得报，那安尼呢就足危险么？所以啊，咱唔通善恶因果啊，安尼该拢总颠倒拨无去吼。所以咱一定爱相信，为善得福啊，为恶得果。所以咱唔通呢，真正的因果啊，咱呢拢总该拨低调去。所以咱学佛呢，一定爱相信善恶果报吼。那一旦安尼啦，咱才会伫日常的生活中，对啊，人的这个行动规则啊，才袂去互乱去。所以请大家。真正用心啊！第二呢，就是我见啦。咱人啊，拢是一个自我，干那信我啦，我无要信别人，我干那信我啦。我想的都对啦，我做的都对啦。那安尼呢，这嘛是邪的一方面，也就是啊，无正确的见解，只是干那相信家己。真呢，我见啦。它用意呢，真自大吼。那应该咱爱知影，我到底什么是我？其实呢，佛陀教咱教育啊，教育咱呢，咱的身躯无什么我，咱的身躯呢，就是五蕴所生哦。啊，色受想行识啊，安尼呢，不断啊，在日常生活中啊，不管是一切的万物，或者是家己的身躯的身形，这种的这个色，那日常的生活中的感受，所以这种的感受呢，咱会反映出去，啊，惹来了真多的烦恼。但有了这个烦恼呢，咱就去造作了真多的业，这就是色、受、想去行动。那再来就是在那个业识的内底啊，万般带不去啊，唯有业随心哦。所以呢，到底我是在多位啊？所以因为呢，咱若无有佛法啦。来甲咱自论，咱根本都无法度了解这个道理呀、啊。所以，我见呐，就是会惹迫了咱接受着佛法正见正信。所以咱唔通自大有我见，咱那些，干那是我，那咱就容易呢造就了害大。咱的海带无多好精进，因为呢，在这正法中你真懵懂，唔知影讲哦，啊，一切的业力啊，咱无法多好去了解，所以啊，规工啊，有的人是醉生梦死啊，有的人呢是贪图享受啊，这种的海带啊，一切的善呢，拢唔去做。就是干呐，懵懂中的过日子。
大陆有这样的故事。对，九月十八号有一篇报纸，他就是这样说，他说对湖南的这个卫星的电视台，他报道这段的故事真趣味啦。过去有一出电影叫做《乞丐与王子》嘛，啊，看到即马咱现在这个社会呢，有的囡仔真富有啊，父母互伊足享受的，伊唔知影人生的疾苦。有的囡仔呢，伫乡下真贫穷啊，真散车，唔知影外面呢，现在的这个社会啊，会富有。所以因都办一个呢，一种啊贫富子弟相换，所以呢，甲去选择啊两个少年人，一个呢是真富有的，一个呢是真贫困，伊呢就是伫迄个电视台的见证之下，伊改换。七天去生活，七天富有的子弟啊，去迄个最贫困的乡下、贫穷的家庭，去遐做因的囝。七天贫困的呢，来富有的家庭呢生活七天，到底因的生活安怎过呢？那就是湖南长沙迄个所在，这个少年人呢，伊个家庭真富有，伊呢就换去迄个青海。那青海啊，是一个真贫困的地方，尤其是啊，这个家庭啊，所以呢，去到迄个家庭里，人到底安怎生活呢？伫迄个高原的所在啊，到底安怎生活？第一，就是啊。欠水哦，对啊，长沙这位年轻人呐、啊，去到迄个青海，伊也是赶快去打水呀、啊！哇，落架爬山，真辛苦。所以呢，在这个中间，到底甲爸母又是安怎的互动啊？哇，伊发现到这对的爸母呢？是这么这么贫困啊，老爸对这个孩子呢，还是栽培要让他去读书，那老爸又是青年，老母又是弱智，在这种这么这么贫困，爸母呢是啊，有这种贫穷又是有这病啊，怎样来付出给他的孩子，当这个孩子呢教育的事，除了让伊甲伊同齐生活，伊呢，这囡仔讲唔捌去过黄河，伊搁较安怎辛苦呢？伊嘛是啊，甲伊内底所有的累积落来的钱呢，还是赶快要完成伊的愿望，回去看看黄河，啊，实在是足感动的啦！安尼的生活，对囝呢，这种的甘愿付出，愿意苦家己，都唔愿予囝受到苦哦，所以伊足感动。所以七天教伊时，他向这对的爸母呢拜跪，去解磕头，去解行礼。感觉到讲哦，爸母实在是足伟大的啊！爸母要请一个囝是这么辛苦啊，这种的耐劳耐管，伊才想到伊家己啊。家己呢，伫咧读高中、初中这个中间，是这么正晃动啊！逐天呢，都是沉迷伫迄个网咖。在咧游戏，在咧佚佗啊！在这中间呢，甲厝的人啊，一直呢相违背啦。爸母呢，
足担心的。那是伫咧家己关心，伫咧家己劝，伫咧家教，伊都是呢，甲父母反目成仇，所以真唔肯愿意读书。安尼呢，所以伊辍学啦，就是休学啦，游手好闲啦，就是安尼呢，伫咧懵懂过日子啦。即卖现在。来到这个最贫穷的家庭，伊才知影，还阁有遮多人啊，生活是遮尼辛苦，简单用水呢，都遮尼只辛苦啦。家庭的生活，一切呢就遮尼只艰难，遮尼只破烂，安尼的人生。尤其是体会到父母对子的爱，对子的期待，哪怕是这么一家贫穷啊，还是呢，要栽培伊的子，要让伊的子呢，去开阔眼识，去看世面。所以呢，伊才体会到伊的父母到底对伊是安怎的期待。这么这么富有未来的家业，什么人会当头去改继承？必定呢，爱囝，囝爱好好读书啦，囝呢爱好好出人头地啊，伊呢未来的家业才有所传承，所以伊体会到啦，安尼要离开的时向这对贫穷的父母呢，拜跪感恩。那迄、那个贫穷的呢，哇，伫即几工啊，伫迄个富有家庭啊，坐上好的头等舱的飞机，坐上好头等的火车，尤其是呢，用着上好呢，哎呀，这个手机。哦，迄、那个手机也会当听电话，也会当看电视。那生活过着呢，伸手呢，都有茶好啉嘛，开口都有饭好食，所过着的环境是遐尼正富裕，伊才感觉到，原来呢，我爱赶紧认真用功读书，我若赶紧用功读书啦，我。有朝一日啊，真正呢，我才会当头成就安尼的生活。听到富有家庭的囡仔转来啦，讲伊的老爸伫这两天跋倒，他心急如焚呐。知影讲，爸母啊，平时这么疼我，伊的生活是这么真刻苦，一直呢。期待我会当好好读书，老爸目睭阁无啥看到，老母阁是弱智，现在呢跋倒落去，我爱赶紧紧转来照顾爸母，我爱赶紧紧来用功读书啊！看，这是一个真好的教育啊，也嘛是吼真好的安排啊，各位。学佛啦，咱必定爱时时，咱爱超越伫现在的环境，这个境界。头前的境界呢，无定着予咱真侪的困扰。那因为咱用世俗心嘛，过着世俗人的生活，咱学佛敢毋就是要脱俗呢？咱要脱俗，咱的心嘛，就爱搁在超越、超越这种的纷纷扰扰的社会。咱爱超越，伫现在呢，这么正混乱社会的境界，咱爱搁在超越伫现在呢，人这种烦恼、人我得失的是非。常常不是跟大家人说过的吗？咱要将是非当作教育，
就是现在社会是安尼，才着阁需要咱爱较用心、较认真，要安怎样会当稳定咱的心？咱才有法度呢去稳定周围人的心。所以咱从台湾的教育，咱的眼界再看较远去的，同在这个时代，无同的地方，大陆迄个所在，贫富悬殊，伫现在已经是贫富悬殊啦。无同款的家庭环境啊，囡仔的生活，你看。亲像安尼，互因互动，稍微换一个，这叫做超越，从富有的家庭超越过去，到个最贫困的环境，从贫困的环境呢超越过去，变成富有的环境。但是呢，这只是短暂的教育，确实呢，迄、那个贫穷的囡仔到个富有的家庭。像安尼贪恋伫迄个所在，也毋知要安怎。所以讲起来，咱社会一切拢总是伫咧陷阱，甲咱教育啊。各位，请大家人会记哩，发譬如水，世间的水呢，先治万物；佛法的发水呢，会当先治咱的心地。会当滋润咱的智慧，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。